这是药星辰，他居然每一次出现都要死很多人，大劫车就开启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送医二弟！江金武。 将彻底消失，而尊者已下，虽不会直接受害，但整个大势一乱，也很容易遭遇不测。没有除他，果然不是尊者就是安全的。范围之内，尊者果然一个都没有逃掉。若别处也是如此，这是一场雷灭。什么情况？捆绑宝术。